太君，你知道这楼上都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楼上都是我们先生收藏了多年的宝贝，你们不方便上去吧？宝贝？什么宝贝呀？什么古董啊？瓷器呀？反正都是一些值钱的东西。你们这样乱翻乱看。 要是少了坏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给我来！放肆！这是维持会长的家里头，岂容你们到这儿来撒野？真是太过分了！来！ 什么情况？跟我来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